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荣纪元：异端审判》。再来，我们要去哪里好嘞？我先绕上去，然后打那个裂口好了。那我现在要怎么绕？感觉现在遇到狼已经没有什么紧张感，都一样固定的。所以最后还是得绕回这边才能够上去。已经大概摸熟这个地方的地形了。这地方好像不太容易去哦，看中间都没有路。如果我们目标是这边的裂口，应该还好。到了，看起来是死灵的裂口。我先到这个塔顶去看看，这边有个地标可以。安维斯矿业公司，这个现场工程已经不能期待还有什么收益。将在龙的时代9至39年，由斯蒂尼亚月13日封闭。
尤斯蒂尼亚月，好长的名字哦。会对所有作业员进行劳动期间应有的补偿。今后如果还想接新的工作，请联络瓦尔菲尔曼事务所、安维斯矿业公司代表马尔索安维斯，寄给欧亚西斯作业场高层的通知。原来是挖到矿源枯竭，所以离开了。我还以为是因为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件，把他们吓走了嘞。里面讲到什么？有人写说有一个怪怪的家伙，后来那个人还死掉嘛？那一串什么？感觉像是馒头。串馒头，干掉的。好，打吧。哇，好多字的感觉哦。啊，不是啊，那个是树啊。我还真的是死灵星，没错。刚刚把它看成死灵，那时候根本还没升坏。动哎、欸，所以我打了哦。哦，来了！ Someone help！ 喝罐水，保个命。怎么办？刚刚能撑得住，但是很痛。还好他没有使用那个加刺的那一招。都还算可以应付，就算出了那一只冰屋也行。再走就要出去了。刚刚打死那一只应该好好说明吧。绝望的恶魔，以前我们将这个恶魔分类在怠惰恶魔中。但现在我们知道，绝望的恶魔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不是针对正义或勇气，而是针对希望的存在。他们形成噩梦，撕裂自我和目的的基础。如果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大多会寄生在异民族区、贫民窟、监狱等受压抑的人生活的地方。他们所散布的瘴气有引诱人做出极端行为的效果。我们注意到多个原因不明的死亡和脑袋充满悲伤在硬撑的人出现。这个恶魔中最高智能的个体不只把绝望当作食物，还会理解原因，自己带来绝望，这点令人害怕。他们在无形中破坏人们的生活，靠着不知道不幸的原因
不是偶然的牺牲者的眼泪。来自有名的猎人圣殿骑士海沃德清的讲义。原来他叫做绝望的恶魔。Odd that the shards would lead us here. 他应该在说刚刚那个绝望恶魔吧？因为绝望恶魔他都是在，刚刚有说人的比较压抑的地方，那里连人都没有。我感觉还不错啊，有点想跳下去游一下玩一下水，好像你没有办法看出去，没有一个比较漂亮的景。实际上调成的摄影机模式的时候就觉得还好，地上的笔记虽然烧焦了，但一部分还能读。火马可以驱散它们或引诱它们，大多应该是驱散。驱散谁啊？哇，里面有蜘蛛，这应该是蜘蛛。哎，我先点一下我的技能好了。增加我的火力吗？要点这个。对屏障增加 50% 的伤害。岩壁。那技能跟这个技能不太会用啊，两招都是射在地上的，我不太喜欢射在地上的那种技能。卡山德拉的话，再给他一个途径技吗？用盾牌打人。不进记好了，他有时候拉不回来，这个很适合让他冲来冲去的。瓦里克的话，基本上就专精这一项嘛，先把这个点起来。索拉斯也是专精的。这是回复魔法的屏障，
哎，是任何队友都可以，连这个好了。虽然我也不可能去开那个精灵屏障。哦，拿到个奖杯专注。哇，五只！ 有点多哎，而且我们刚刚出了太里面，就是一种跟包起来的状态，哇，你要死掉了！哇，你抠的，你来救你！ 打完了，还有。 我觉得好像又变多啦，里面一整群哎、欸，先给瓦里克起来好了，让他帮忙输出。那里面超多哎、欸，到底几只啊？我刚刚下去就一整片，应该有五六只。 更多，我看里面一大堆，好像打都打不完啊。 小心点！哇，他们还会远程，在左边还躲着一些，比较打不到的。杀了多少只？怎么还有啊？ 喷死！加一瓶水。快打完了，应该快没了。 That's it for the spiders. 有够多嘞！而且没掉太多东西，不过里面有一些宝箱。 点个火，根据刚刚那个纸条，这样它应该就不会再生出新的蜘蛛。我在想，它会不会是？
中间五只，左右边也都五只。大概我们打了15只以上的蜘蛛。这应该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群的怪物了，还蛮夸张的。好，找到戒指了。哎，去还给那个矿工了。没有钥匙，我觉得那个矿工会给我钥匙。那我现在先去还他的戒指。找一些碎片吧。没上不去。啊，刚这条路还没有走过吗？是整个最高的位置，可以俯瞰欧亚西斯。两个碎片，我不太去。然后我也想不太起来，之前那个矿工是在哪个位置？他又没有标识，要我自己找，整个都是范围。偏向这个方向的底下道路找到它的。
博雅西斯有价值的东西，我还有是冷的、火的、精灵的，然后那个门，现在是要还戒指给矿人，还有碎片，基本上都解的差不多了。啊，这么大的饭，我要怎么去找那个矿工啊？So, who do you think is the toughest, Josephine, Liliana, or Cassandra? I'm right here, you know. That doesn't rule you out, Seeker. Cullen's not up for consideration. Curly, they just keep him around to look pretty. 我不参与他们的谈话，还是正确的选择。哇，一个讲话真的是蛮讨人厌的。虽然他人不差啊。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知道，像他现在也留下来。到底是哪个通道啊？这一条还是？哇，活下来了！好，是在这里哦，要大转弯嘛。我在这边跟他讲话，遇到狼。可是他好像没有在这边了。跑去哪里了，那家伙？那有没有可能到我的营地去啊？没有，这边休息一下啊，反正血都要没了。没在这儿。找不到哎。乱乱跑。的矿源，好吧，我想我们先离开这个欧亚西斯好了，下一集的时候，因为这个矿源不知道在哪里，而且我们之后还会再回来，还有机会找他，我想一直找。我现在也不是办法，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收看，拜拜。